是啊，多久能到医院啊？嘿嘿嘿，谁说是陪我医院的？意想不到的骗局又增加了，谁能想到救护车竟然也有假的？喂，警察叔叔，我看见一辆救护车被非法改装。来了，下车。什么？居然还载了患者？近期有人发现多起假冒救护车事件，假救护车从外表看和真的相差无几，甚至内部的医疗设施也很齐全，不仅大摇大摆上路，还可以随意闯红灯。你敢想象你走在路上莫名其妙被撞了，又被一辆假救护车拉走吗？后果不堪设想。怎么老有人惦记着我这条命啊？正规的救护车在尾部会标注它的直属队，还有正规救护车的编号，具体如何分辨放在这儿了。你为什么不点赞？住手！你不要命了？99%的人都不知道，这些你以为的保命常识其实都是错的。学校学不到，赶紧点赞收藏。一、油锅起火添水，不仅会让火势变大，还容易引发爆炸。正确的做法是立刻用锅盖盖住灭火，如果火势变大，立刻逃命，打119找专业人士处理。二、保温杯里泡枸杞，这其实是错误做法。枸杞、红枣一旦泡久了就会发酵，里面的气体引起膨胀，气压变大，拧开瓶盖时有可能爆炸。想喝的话可以边泡边喝，经常开盖释放一下。保温杯里如果是热水，也千万不要摇晃。如果你用的是吸管杯，开盖时开水会直接从吸管喷出来烫伤你。碳酸饮料也不能用保温杯，时间长了会产生重金属物质，危害健康。三、吃胶囊的时候用热水吞服，也是错的。吃胶囊要用冷水低头咽下，用热水抬头咽，容易使胶囊粘在喉咙上，引发剧烈咳嗽，严重会产生窒息晕倒。我能活到现在真是太不容易了，你为什么不点赞？敏感性吗？在德国被狗咬肯定中大奖，德国认定狂犬病的潜伏期至少5年，凡是被咬了就医的都要持续观察5年，这期间所有治疗费都由狗主人和保险公司承担，另外还有护理费、精神损失费等额外赔偿，最高可以拿到50万欧元，差不多400万人民币，还会给你发放长期签证，以保证你能够顺利治疗。还有这种好事，德国的狗快来咬我吧。哼，想让我们咬你没那么简单。就是，瞧不起谁呀？我们也是上过学的。德国有着非常严格的养狗法，小狗需要上学，由主人陪同进行3个月的各种训练，表现不好的还要重修。如果要养大型犬，主人还要通过一系列考试，取得饲养执照才可以。原来不止我需要上学，法律里甚至对于牵狗绳和遛狗时间都有详细规定，带狗出门必须牵狗绳，不收拾狗的排泄物，不打疫苗，每一项的罚款都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哎，真想在德国被狗咬的概率比我考年级第一还小。嘿嘿，就算你咬我一口，我也不一定会咬你。好多知识啊，狗好咬，要找好子了。课本上学不到的求生小技巧，赶紧点赞收藏。在街上看到流浪狗，不要随意靠近。狗狗那么可爱，它能有什么危险？打疫苗，缝针，安排。还好没有生命危险。在路上看到流浪狗这些动作，一定要远离。当它盯着你，双耳向前，身体前倾，尾巴不停摇晃，不是想和你玩，而是它们可能进入了作战状态，随时可能对你发起进攻。这时千万别扭头就跑，淡定面向它，缓步移动，尽量别出声。遇到没有拴绳的大型犬，尽量避开它绕着走，别跟它长时间对视，或者用闪光灯拍它。在动物世界里，这可是一种挑衅行为，动物都是靠嗅觉辨别食物，如果有气味刺激到了它，也有可能产生攻击行为。万一真的被咬，千万别用力打它，狗会因为疼痛用力撕咬。正确做法是用衣服蒙住狗的眼睛，它会因为恐慌主动松开嘴，也可以用绳子勒住狗的脖子往后拉，还可以用力击打狗的鼻子，它会全身而退。狗好咬，要找脑子了。偷偷告诉你，想要被狗咬就去德国，想知道为什么赶紧点赞，下期告诉你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现在后悔晚了，给我关起来。这么早把我抓进来，时间还早啊。几点了还不写作业？不急，一会儿再写。算了，明天再写吧。
很多事情只要你打起精神，3分钟就能搞定。但是打起精神这件事，你要花1个小时、一天，甚至一个月。有拖延症的看过来，四个办法教你摆脱拖延症，提高学习效率。一、制定轻计划，按照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完成23件小事。推掉删除那些不重要的事，可以有效缓解焦虑。二、5分钟学习法，告诉自己只学5分钟。当你专注一件事时，你发现不知不觉很多个5分钟就过去了。三、番茄学习法，每学25分钟就休息10分钟。一开始可以每天只学习4小时，最好是精力充足的上午。四、及时复盘，审查当天的学习效率，不断完善。嘿嘿，你学会了吗？为什么不点赞？佳瑶，你说吃菌子能考满分？怎么可能？你看，云南一大学生吃了菌子去考场，竟出现幻觉，看到答案。考英语听力时，眼前会跳出翻译好的中文，且每一门成绩都名列前茅。还有这种好事？研究发现，他在吃菌子中毒后，大脑会把他之前学过的知识通过幻觉浮现在脑海里，不用复习都能考高分。妈妈，我要吃菌子。我还没说完呢，那可是有毒的。100分，我来了。卷子上的字怎么不是答案，变成文字了？文字！小二郎，出去站着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？毒蘑菇千万别乱吃，严重的会有生命危险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这个新闻还有后半段。一学生也想感受菌子的威力，不幸吃完中毒，立即送往医院，不仅耽误了考试，差点丢了性命。还有一名男子也想体验幻觉的感觉，吃完后眼看自己没事，很是失望，便开车回家。到家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车还在原地，汽车根本没打着火。再也不想吃了，你还我分数！还没结束期末考试的学生们有福了，看完这条视频，我保证你能顺利通关。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考试短期突击法，内容全是干货，赶紧点赞收藏。上了这么多年学，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学校官网可以找到期末卷子吧？还有标准答案哦，但不是每个学校都有，记下来以后肯定用得上。首先在学校官网点行政机构，再点教务处，看到下载专区后选择教务管理，里面就有近几年的电子试卷和答案，每年的试题不会做太大改动，多做几遍保证你期末肯定不会挂科。还可以把睡前1小时用来背书，第二天刚醒来后的45分钟是记忆的黄金期，立刻背诵睡前记忆的那些内容，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中你已经记在心中。顺便分享一个很火的玄学小技巧，你只需在睡觉时将课本枕在头下，根据渗透原理，经过一晚上的时间，课本会从浓度高的书本里渗透到浓度低的脑子里，只要你一觉醒来就会感觉大脑变充盈了。好多知识啊，头好痒，要长脑子了。